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辫子杰哥。那我这台野狼125前几天害我在路上过咯。那我初步判断是那个点火器也就是 CDI 故障，所以我就顺势把这个 AC 的 CDI 换成 DC 的 CDI。好，然后过程怎么样呢？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
OK， 那整个安装的过程还算顺利哦，终于可以发动了，所以我明天可以集我这台小狼哦。那整个过程我觉得很 easy 啦哦，大家自己买材料自己来装，应该都没问题啦哦。OK， 好，那就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那我们下次片再见，拜拜。